报告宴会现在继续开会。我们现在要进行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报告，并被质询。请各位委员，请各位委员回座，请各位委员回座。请各位委员回座。请各位委员回座啊！请委员回座。报告宴会，本日会议议程系依据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，邀请新任行政院院长进行施政方针报告，并被质询。本席特别在此说明，希望各位委员理性问政，依照议程进行报告及询答，让委员同仁代表人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质询权。谢谢各位委员，能不能请各位委员回座？好，那为了让各位再冷静一下，我们现在休息。